我说呢，为什么好多我没有点的怎么就上来了呢？因为是我点的。这个对比。嗨各位，我的豪宅也有地铁，现在就是说敷着面膜准备睡觉了。天哪，早上起床看到这样的景观，哎，这就是黄浦江边一套房吧。没想到居然这样意外达成了我的愿望。外面还下雨了，来，我们手机出去看看雨下。哎呦，别把手机掉下去，我就废了。哪里？还是我是原图相机？哦，哎，还可以，蛮漂亮，蛮白的。看我的衣服。嗯，没关系，跳舞。哎呀，你这个鞋为什么会这么高啊？就问一句，我的那个内增高已经，我的耐增高已经非常高了。你这个穿完，你这个得不得1.8米了？你厚底。好，明白了，即刻去入手一双。那咱俩，我们宿舍都基本都有。这样也好，还可以，可以，沿着拿掉，停在这里，哎。
香，特别好。做斯巴了，牛奶浴。声音直接说话啊！我都说可怜的小野生，这样变成。都不像狗了，微博呢？每次洗完都变成斯巴克。看见那个，卷毛的那个，德文，你这个小，你整快乐了，你整快乐了，你今晚别咬我的脚了，可以吗？嘴脸那么严，
菲尔，活动打卡的现场。车上，哎，今天又下雨了，上海每天都下雨的。看看我今天这个妆容，感觉马上要上台了。衣服也是不灵不灵，是不是跟我平时的风格很不一样？好像也没有。烫伤的小手在那里挥舞。哇，今天参加完活动，收到了 YSL 的礼盒。噔噔噔噔。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底下是什么东西啊？轮子。底下都看不出来了。轮子吗？滑板。我们现场啊，非常。对啊，滑板。滑板。滑板。把你的身体有一个什么？滑板鞋吗？蝴蝶结。我说
and yeah.